小玄机，你跟昊辰师兄在旭阳峰朝夕相处的原本就情谊深厚，对不对啊？就是。司凤，昊辰师兄，玄机，引洪师叔刚来过，说天机珠已经准备好，等浮玉岛的弟子都来了，我们就出发。那我们现在去码头吧，这样出发能快一些。玄机，浮玉岛的弟子刚回来，码头正乱，知道你着急。 不差这一会儿，昊辰师兄、小玄机，老天都帮你们做媒了，你们可别辜负了这大好的天定姻缘啊！就是啊，我听说大家都想撮合你们成亲来着，本来嘛，小玄机你跟昊辰师兄在旭阳峰朝夕相处的，原本就情谊深厚，对不对啊？就是，师兄你别乱说话，我，司凤，司凤。 司凤，司凤，你都听到了，那个天定姻缘真的不是我想要的。其实，你不必说明什么，何况还是姻缘石显灵，天定的姻缘。别人，就算傻傻的去求也求不来。那个姻缘石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不管什么天定天不定，在我心里都不作数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跟昊辰师兄成亲的。你也不必解释这么多，谁也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 我当然要跟你解释了，我一定要跟你解释清楚的。就算你不想听、不想理我，我也要说。你们都说，我好像为了谁都可以帮这个忙，好像跟谁都可以成亲一样。但司凤真的不是这样的，我想了很久，这个忙不是谁都可以帮，只有司凤你可以，别人不行，昊辰师兄也不行。 妖群偷袭浮玉岛，这个时候来，一定是来夺宝的。东方雄，快把灵石锁入藏宝库。好，主使掌门，跟我一起去码头，绝不能让妖族入侵。